你在卡。以后都会变别的，我跟你讲。再弄再弄，啊，稍微说一下哦，他们对面到时候会有两个人有礼包，一眼一看就清楚，好不好？装备跟大家不一样，有一点厉害，啊，我们就不用管，因为那是他们跟雪莹之间的恩怨。哦，好，你们可以保护雪莹啊，但是就是不用特别过去。所以我们说要保护你，要保护你。我是不会保，我没有做什么事。我没有做什么事，你知道我现在网络超烂，我现在已经快断线了，你知道吗？飞一下，飞一下，飞一下。哎，我们选红队哦。我飞了。我们选红队是？红队。哎，不，我们选绿队啊，拍谁？他们。我选绿队。他们。哦，原来是。OK， 分好了，分好了，懂了。是这样子玩。分好了。这样子哦。自己选啊，自己选。来看你们要什么职业啊？我超卡，救命！没事，他们的梦想只是来揍你而已。我可能玩不了哦，飞了还是一样哦。一定可以玩，一定可以啊。那我那我站在原地也能揍，如何？说啥呢？你看书可不可以选？夏陆地选颜色绿色。哦。诺主播绿色。我是真的不行，我不行啊！再见了。孟娜，你一定行啊！你不行，你要为了人家生日的愿望。你要为了人家生日的愿望。我点不了，那帮你帮你，有我学指令。没有，有。苏大，我知道他生日，我知道这是他的生日愿望，但是我网络不给力，我能怎样？大哥大姐，现在书都不会用了，是不是？等下开同队伤害，打队哦。打兔子，打你啦！我努力叫你选颜色，会不会选？哦，还要自己帮你。我刚是红色，我刚不是改了吗？没事没事没事。那我们这个让他们有两倍的血量，好不好？哦，好。啊，其他也是用这个观众场多人的形式。那要努力呢。那我们是不是有人还没进？哦，薛莹又不见了。哇！我们有多阿喵跟雪莹一起来欢乐。阿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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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这个，阿喵，阿喵。啊，对，我要先看一下 ID 是谁哈，在那边皮的。OK， 喂 ，OK， 再皮，再皮，我们等雪莹来。阿喵。那我们也是装备会消失，但就是用那个覆盖的，不要喷出。好，这样他们的那个顶级装备如果倒了也不会怎样，只会消失。对，啊，职业大家选好了没？可以选选哦。好了，选了，选好了。选职业哟。有两。太棒了，我要跟在。他们好像都选好了，哇，他们好像都很配合好呢。哦呦，他们好像也私底下也练习，然后还分配说谁负责什么，不得了啊！有备而来，有备而来，有备而来。我负责当间谍，你负责当间谍是不是？那这个样子我很简单，飘他飘他，他们揍我就好了。那大家要准备好了吗？看好各大家的职业哦。嗯，十二人，十人，再确认一次。开始！你怎么好像有个在对面啊？哈基，我知道你想要吃鸭肉。哎，打爆那个哈基！好，我问他，再见。我问他，我怎么打爆那个哈基？刚刚还在拿什么东西？是不是人数就平衡了？对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哈基，中介箱东西拿不到哦。他直接消失啊！那我问一下，应该是被那个吧，被选队、那個。那我再去拿一下我们的大礼包。他自己还在晃，他自己就在这里没事。我挖三个，我去挖那个。我需要一个青金石。我先去挖金。好好
爬火杖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哎、欸，还是我挖铁啊？真的挖铁？有人在挖我们家的书柜啊？有人在挖我们家书柜？我是超级，哎、欸，我是太快了吧？我是佩奇的。我挖铁，我挖铁。他也是太超级，太超级，太超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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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超级。对对对。书柜有没有附魔台收一下？嗯，你们来，你们来，我先去弄给他们的东西。哦、这有个速度结界，好舒服。哇，他们真的分配合很好哎、欸，超好哎、欸。天哦，到底练多久？有备而来是不是？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哈记哦。我闹了。他今天要选什么职业啊？他今天要选什么职业啊？我有选妖精啊。他要飞来。他说他要当内鬼啊，大家都有听到，所以也是符合他。所以我是你们的内鬼嘛，对不对？嗯嗯。对啊，所以你在敌对啦。你这样还可以跟我们语音吗？哦。所以我是间谍啊，我是双面间谍。阿喵是什么？你要金吗？我是骇客啊，我现在没事干。给你金。没事干，揍人揍人。有有有，把你的天剑拿走了。哎，拿走了。哎，我的包。书柜，书柜有一直有人拿，一直有人拿。干嘛？我干嘛？我做什么？干嘛？我说我们家书柜没有特别挖，对不对？有被挖掉一部分，那有没有人有矿工？矿工帮忙挖一下那个附魔台。我能挖。我把它 TP 到后面好了。我搞。我拿。好的。书柜少了几个。哦，有了有了。这个环境真好。我回来啦，外送成功。我们随手加。我不知道，你们看看。我帮你们扫，帮你们扫。好，你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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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这样扫。然后第一个就把先把他砍死嘛。哦，雨月直接剁人，好猛啊！哎呦，我剁了尾刀啊！哎、欸，居然是尾刀。佩奇可以说我二十那我现在在蹭淘金者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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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蹭大冲呀！大冲呀！你们学我啦！那涡轮增压，涡轮增压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涡轮增压是对面的。那对面，我要冲了，我要冲了。应该是对面。然后他叫黑长涡轮，不要那么当归呀，当归对。然后为了送大礼包，让他活太久了。你知道开场的时候不能拿那个中间枪的东西。压压。哎、欸，有他已经死了 ，ID ID， 就是你打我们家的人的后果啊！对啊，对啊，没有，还有一个想吃肉、哦，好多人哦，好多人哦，打他们车，哎哎，哈基哈基真的坏掉了，哈基坏掉了，走路走路，完了完了，好，哈基坏掉了，揍他啦！我的队友怎么跑了？他真叛变了，他真叛变了，他没有在开玩笑。只有我们是你伙伴啊，你以为他们会保你啊？哎，对啊，我们过来摸你的头了。加油加油！打那技，打那加一滴。我痛，我痛，我痛，我痛。哦，僵尸。哦，是油是油是油。哦，三颗压到头了。Hello， 几点了？几八点？那个全套御水装的，冷静，全套御水装的，我们就退。那是佩奇，那是佩奇。丫头不见了。哦，很猛，很猛，很猛。回来，他们冲啊！僵尸
军团冲啊！猜一下，猜一下，那个黑糖猜一下。黑糖快跑！睡睡睡睡睡睡！打着打着，不是、啊、我就获得他们超多体啊！到底有多少体？一组多的体。在西瓜打红队，我一直在打红队，就从来没有在没有在管，好饿哦。然后你现在要打就是那种比较熟悉的脸，真的我已经在打他了。熟悉的脸，你在打谁？哈基，好饿，有人偷咬我们两个，是啊，不是，是你咬我。对位啊，熟悉的西瓜最对位。嗯，不好吃。你要什么？要吃鸭肉。我收集八块，八块鸡，鸡八点，八块鸭肉，鸡八鸭，八块鸭肉，听起来有点怪怪的，还在骂人呢，我觉得骂人骂人呢，为什么啊？小智，我们都要到处乱晃啊，为什么、啊？错觉，哎、欸，我留你，我留你，他死掉了，他已经死掉了，耶！回家，父母在我身上，在我身上，你在哪里？我回家了，我在回家了。你带着附魔牌到处跑啊！啊、哎！加速啊！开加速！哦，我没水准。回家了。加速什么？情况中手呢？哦，要掉丫头，掉丫头。Hello， 什么意思？要辣。有奇怪色妖精，按摩人。哦，变态妖精！我们能十一个加速骑出来吗？你要杀五个人吗？有点口跟你借酒，这个刀还是要砍下去。啊啊！哎，你怎么使用完的？作者的做的好啊！哎，我需要木头。啊，还吃啊？这种八个，可以帮我放一个制那个制作。哦，碎铺子。哎，压力。我带了一组红石回家，而且我们两个很棒。肉台，哎，好饿。我们等下有那个吗？有肉丝吗？我没东西吃。你可以先给我。又是阿志啊！又是阿志！哎，无敌！哎，无敌！我无敌！哎，无敌！阿杰扁他，所以烧他，烤西瓜。烤西瓜。烤西瓜。你这样挖不快。先去啊！我帮你加持，先去。可以，到底在玩什么？就是你截图工程站啊，截图工程站啊，你做地图哎、欸，最棒的游戏呢？你完蛋了！哦，我操，这样子吵，这样子。我两把铁镐。青金石吗？这里，这是彩云，戴绿帽的那个，这是彩云，我们就放他走，好难听哦，好难听啊！过分，没有，他全套御水也不够明显，发现那个绿帽就蛮明显的，没有，他那个绿帽，我怀疑是雪野莹给他戴的。啊！我什么时候给他戴了？这是佩奇。这是佩奇，这是佩奇。为什么他就要把自己队友射杀啦？对啊，这个还是怪怪的呢。当然。好过分啊！他在干嘛？他在乱我们呢。乱笑吗？害我们没办法执行我们的目标。自己人跟对面的人呢？笑死！完了，分不出了。肉，我觉得哈基穿绿色的衣服，我也觉得，他是同队的吧？对啊，哈基，你去打他，你去打其鸭子，哈基，你打鸭子，打鸭，为什么是打我？你不是最想要打鸭子？打鸭，我们签订暂且和平条约。好，你打鸭，我打鸭，我们看谁打的鸭多。哎，不好打鸭吗？阿纪，大家怎么在打我的队友？哎，真的，我怎么不好意思？不好意思，怎么打我队友 ？Hello， 日本蟑螂飞进家里是不是？蟑螂，碰到攻击者了。来，我这边还有，明明你看，明明我这里后面，我没偷没抢啊！这蟑螂一直在。破虫啊！那我们有没有牛排吃？有没有牛排吃？家里有那个，我一开始就有做烟熏卤。哎呦！我不能吃东西。超
前面要用挖的，对不对？我发光哦。哎、欸，这个好，哎、欸，鸭肉好吃。那、啊、怎么有人在偷啃我们呢？我走了。怎么有人在偷啃你？哦、我染上花那个花季，花季到了。啊！我哭了，要哭了。怎么了？是我的味道？是啊，这个牛排没有可以烤。怎么是连灰的？煤炭啊，这种煤炭啊，有煤炭的学弟。有，等一下。你挖了不少吧？啊、我没有挖到，其实我都在挖气，拍谁？不是啊，他有经验值哎、欸。这个，我不打算附魔啊。你要附啊，你可以帮我们附啊，我们保护你耶。我要附，可以帮我打一下吗？附我附我附。你附你附。我们在保护你耶。好的，有你们都可以打，你看他到现在也没有打死过你吧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想要，我只是想要碎片而已，借我打一下吧。不是，我没有要打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是谁？不要打我！他飞走，他飞走了。超过分，只好去感染一下矿洞的人。